综艺节目主持人奖，综艺达人们，吴宗宪、陈汉典、露露。主持的风格符合综艺特色，节奏明快，幽默风趣，主持群适时的互补，也能将参与的来宾融入在节目的节奏之中，让节目整体充满轻松、幽默与流畅。恭喜综艺大热门吴宗宪、陈汉典、露露、黄璐、子英。感觉很怪，感觉很怪，太长了，太长了。我是第一次得奖，所以要感谢的人比较多。今年是我出道第18年，这个奖真的很难拿。它算是我出道的成年礼。这个奖提醒我不要忘记我出道第一天的热情，我会继续保持这个热情，然后继续的做下去。我要感谢的人很多，谢谢评审的鼓励，谢谢三立电视台，谢谢小汤哥找我主持大热门。我也要谢谢制作人 Dennis 跟 Amber， 还有所有的幕后工作人员，谢谢你们陪我们熬夜，但是我们录得很开心。还有我要谢谢我最爱的搭档宪哥还有露露，跟你们一起主持很幸福很幸运。然后我要谢谢非常非常多人，我要谢谢伟忠哥跟詹哥让我有机会进入演艺圈，我要谢谢 S 姐跟康永哥让很多人认识我，我要谢谢曾经照顾过我的郭哥、 B2 哥、 OD 哥、大卫哥、永璇、小贤，还有我的经纪人 Ashley， 感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家人，谢谢你们给我满满的爱，然后无条件的支持我。以上感谢的这些人都让我觉得我不是孤单的，就跟我的新歌一样 Solo So Long。 但是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重要的是，请大家一定要继续收看综艺大热门。